Hello， 大家又翻到呢 Pokemon 嘅改版啦。咁今次翻到嚟咧，就有一个重要嘅消息话俾大家听啦。咁原来咧，之前我玩个版本咧就系、是、旧版啦，有机会系，所以捉唔到呢一个嘅第八世代嘅虫啦。咁依家咧，我就更新咗下另一个版本啦。咁依家就应该捉到嘅。咁我哋而家即刻试下啦。OK。啊、你见到有摇嘅，咁证明都捉到啦。因为之前上一个版本就摇都唔识摇啦，但系佢都系有冇机会捉到啊？究竟好，我哋用大波，我呢个欧叉波啦。你得、啊，得搞掂，系啦，唉，终于搞掂啦。咁我哋捉埋只草啊，同埋呢个木诶、草呢、這个，同埋火系，系啦，同埋呢个应该系有得进化嘅啊，咁啊轻松好多啦，要练嗰啲。要练呢啲虫，好，真系唔使用到咩大丝球咁麻烦啦，呢只用地打，好，用大精灵球大波捉咗你啦，美绿坦一隻，咁啊最主要都系捉嗰第八世代嗰四隻咁样蛋散嘅啫，其实，好，同埋可能上一个把波系够咧，有啲 mega 进化都冇乜 mega 进化，即系佢原本。应该有一啲自己原创嘅 mega 进化咧，咁呢度应该都有得进化嘅。哇，死咗添，太劲！呢个咩啊？龙尾，嚟啦呢只，咁我哋用普通撞击啦。哇，好痛啊佢！诶、欸，捉埋，捉再，哇，捉唔到嘅，系咪要我换只大龟先？你先肯收手啊？好，都一样唔入去啊！呢只咁嘅马，呢只咁嘅兔仔，佢入唔到定咩啊？有喐噶，我冇碎粉喎、啊，捉到啦，搞掂，好，第八世代御三家已经喺我手中啦 ，very good 啊！同埋就应该有啲位系可以去撞神兽啦，系啦，撞神兽，咁我而家飞翻翻去联盟先，好，同埋有啲位置咧，我记得咧系入唔到嘅，咁我都睇一睇啦。等等下先，有边啲位置入唔到呢？即系捉神兽嗰啲位置，我记得好似呢度，学埋招一字斩先。你好啦，呢招啦，睇下佢系咪真系入到啦？如果入到嘅话，证明我上一个版本就比较差。入唔到呢个，哇，咩事啊呢度？唔得，我呢个都系入唔到，系咪有其他秘道我都唔知喎，真系其实换咗其他秘道入到去咯，但系唔会啊嘛，应该入唔到啦呢度。OK， 咁我哋唔理啦，我哋先翻去呢个联盟先，因为其实我仲喺度升紧咧嘅都，咁依家就放低一啲重啦，呢只放低啦，呢只放低啦，好，咁我哋攞只美绿坦啊同埋咩出嚟啦。好呢度美绿坦啦，跟住呢隻水系嘅虫啦，咁我其实揀水虫，其实第八世代我有机会都系揀水虫啦，好大机会的。咁啊美绿坦，呢隻嘅水系，呢隻水系咩嚟噶？呢、這个好似系再生力、哦，即系佢出换走嘅时候就会回血啊！呢个系咪吸池啊？呢、這个应该系好。据说呢一度咧十六咧就会进化啦，咁我哋将只御三家先升到十六咧，我哋睇下佢进化系啲咩样啦呢度，系啦，比较想睇，好奇心，喂，快走啊，唔好打啊你唔够打噶，咦，同埋呢度升我 level 五啊六 level 系咪咧？我记得之前得四啊几，咁即系其实都好多嘢都改动咗啦，可能四天王都改动咗，话时话。我一阵间升到十六咧之后，再望一望佢有冇改动到先。如果有改动到嘅话，就使唔使重玩我就唔知啦，系啦。咦，有新技，因为之前嘅水系咧，佢乜技都冇噶。呢招咩技嚟噶？呢招系反拳，呢招系叫咩啊？忍耐啊，我冇记错，忍两弯，跟住再反晒啲伤害出去。好、啊，系啦，有进化啦，水系进化。我哋慢慢睇啦，进化。佢有啲似雀仔咁嘅样喎，但系其实，哇！呢个样真系
虽然佢系呢一个嘅铜银图，即系自己整出嚟嘅原创素材啦，但系都几参差下呢个位啊！哇，呢只咪棺材咗，哇！呢个样真系不得了，蜥蜴嚟嘅呢只，呢个咩啊？呢个系咩 ？Water Move 水系技能，我睇一睇先呢个。哇！佢进咗化，反而废咗激流呢个特性系激流特性，唉，好嘢！然之后我哋将佢升埋做卅零呢啦，系啦，啊系，我依家去睇埋嗰个四天王先，睇下个四天王有冇改动到先。如果改动嘅话，就真系证明佢嗰个更新范围都几广阔啦。好，我哋有 save， 又系呢个低质数，哇！真系改咗，佢一嚟唔系冰龙噶，佢呢度应该转晒做冰虫，我 feel 到。佢仲要一嚟系冰龙个低能，我呢只系四倍冰喎，师傅。喂，唔得喎，咁样嘅话，谂下先，变咗个新 game 咁样。依家我就翻去攞一攞，行一行嗰啲草地，睇下有冇啲咩更新啦。只飞行虫喺边啊？呢度，飞出去呢度啊？呢度啊，又系。如果系有更新呢个呢度唔同，哇系啦，呢度有唔同啦已经。呢招系龙咩啊？呢招应该系龙咩咧叫做龙气息麻痹嗰招啊。好，第一只撞到呢只，但系应该就系得呢一只啊嘛。哦，仲有呢一只咯，呢一只就系喺呢个位度捉嘅。咁我哋试下去埋。冠军之路前面嗰度啊，唔系喎，冠军之路前面都冇嘢睇嘅，狩猎场，不过冇狩猎场都冇乜嘢睇。高咧少少嘅，我谂有发电厂，其实喺个水域度行都好，但冇得游水。学啊，俾招俾只水主学，吓？水珠唔识游水，真系好嘢。同埋咧，我同大家讲咧，其实呢一个咧又比较有趣，有一个有趣嘅功能喺度嘅。咁大家见到咧，能力值左手面有数字嘅话咧，咁其实嗰个数字系对应翻你嘅个体值嗰、那个评估啦。咁但系咧，我就唔清楚佢嘅数字系点样，系咩范围嘅啊？咁我就睇得到咧，只土台龟就比较低啦，系 A E C C E C， 非常之低嘅。咁呢一个就 S 应该系最高啊，即系 V 啊或者 U 嗰啲咯，我谂冇得游水，真系阴公，水珠冇得游水，我都系有边只水珠系唔识游水？我想知，好似冇，我印象中好似冇咯。咁啊，打呢训练家啦，嗱呢训练家应该都有唔同啦，鬼剑我都未见过人用，未见过人用啊。好，哇呢只又系呢只见过啦，好似超梦梦咁嘅物体，即系小刺怪啦。其实喺度升咧仲快，970劲。好，呢个墨鱼。喂，佢嗰只系泡沫光线啊，叫做哇咩事啊？吓咩事啊？我乜都冇揿过，黐线噶，咁奇怪啊，大佬，佢用嗰啲咩技啊？超能力啊，将我强制结束呢场游戏啊！系咪黐线嘅究竟？咩事啊发生？强制结束游戏喎佢，我格拉格拉系啦。我相信呢一个比较新嘅呢一个版本咧，佢系好多地图啊，即系嗰啲定嗰啲叫做嗰啲叫咩啊？嗰啲地区咧唔同嘅虫咧都有加强到等级或者系有随机嘅虫出现咯。啊，四天王都有改动啊，知道。应该都话都唔算话细改动，系大改动嚟嘅，系啦。好，咁啊啲精灵分布可能就有唔同啦，可能多几只或者系高咧左等等啊，系。咁既然系咁，我想测试埋一样嘢，我想试下
上盤森林仲有冇嗰只高呢嘅天劫？我依家都未知道，因為嗰陣咧唔知點解只高呢嘅天劫喺嗰度啦。好，咁同大家講埋點解我會發現呢一個版本係新啲咧，就因為我睇其他人去玩啦，我睇下人哋點樣捉呢個嘅第八世代嘅蟲啦，諗住去，跟住一啲人係捉到嘅，而我又捉唔到嘅，有啲就用大絲球啦，即係搞金手指整出嚟啦，有啲就真係正正常常用精靈球捉到。咁我相信我應該都可以捉到啊，係嘛 ？OK， 好似又唔同，好似冇嘅天劫喎，有機會變係咪變咗只未納？哇！呢只咁有趣嘅，呢只系咪嗰只？呢只又唔似喎，咁似新搬嗰只，但又唔系好似样咁嘅。呢只就系新搬嗰只火飞啦。呢只应该呢只系新搬嗰只雷虫或者甲虫，系啦。OK， 系呢只啦，应该好似核突虫，好核突我睇。哇，金虫啊，金色裂空座，好，照咁睇又冇嗰只天蝎啦，嗰只天蝎应该系点样呢？应该系唔小心整出嚟嘅产物嚟，我觉得。好 ，OK， 已经唔见咗只天蝎啦。好，咁我就唔知道会唔会再玩多次啊，因为其实呢个改动都算大啦，你见到系啦，有四天王嘅唔同啦。之后就上半森林见咗天蝎啦，仲有嘅就系一啲即系御三家第八世代御三家得捉啦。咁我到时有机会可能会重玩嘅，咁就睇大家意见啦，系啦。咁如果大家想睇嘅话，我都可以玩嘅，系啦。不过其实我都正有呢个方案，因为依家就其实周街都冇晒训练家嘅时候咧，我升得好辛苦，同埋就系依家佢第一只已经系。冰龙神兽嘅话咧，我只土台龟系一定顶唔住嘅，系一定一下死嘅。即使一百咧都好，一百咧敌佢一招神兽嘅兵技咧，系必死无疑。冇错啦。咁我到时再睇下点样决定啦呢、這个，睇下我系打埋呢个四天王再去开个新嚟玩啦，定系直接开个新啊？因为其实都有一段时间要练，系有一段时间要练。咁我哋水珠唔睇住啦，我哋换翻只升翻只龙啦，因为只龙真系都我谂应该几劲嘅只龙，同埋系唯一打冰龙嘅手段。希望佢速度够高啦，如果速度够高够佢快，用龙爪或者翼轮嗰啲咧，咁基本上就冇乜问题嘅。但系如果唔够快嘅话咧，又要重新即系要一路升落去咯。系啦，如果冰龙嘅话要点打呢？一系就催眠佢，有变化技能催眠佢啦。一系就快过佢，直接用龙技秒杀佢，有两个方法嘅，啊呢两个咯，另一个就系磨咯，啊冰龙嘅话，我谂用啲咩会好啲咧？可能用火系咯，火系跟住加一个降火嗰啲应该 OK 嘅，啊唔系，降火唔得，降火得唔得咧？降火都得嘅，其实系某程度上嚟讲都得嘅降火。不过就唔知边度有啦，因为始终呢一只改版就啲分布我都唔系好清楚咯，系啦。好 ，OK， 咁啊，今次呢一集都嚟到呢度先啦，因为都算系、比较短少少啦，因为其实都想同大家汇报翻呢一个嘅消息啦，就系、是、我呢、這个我原来之前玩嗰个版本一直玩嘅系旧版，呢、這、一个就系新版可以捉第八世代，即系美六坦嗰啲你可以由一开始就一路升到后期咯，咁我觉得。是一个不同的玩法嚟嘅，即系变咗可能系成件事唔同晒咯，即系叫做好似轻松好多咯，又有美六坦啦，又有火水草，系啦，顺便可以睇埋火水草其中即系呢三只嘅进化体系啲咩咧？呢个好紧要嘅，我觉得系啦，因为我都基本上都系冲住呢个第八世代嘅进化嚟去玩呢只 game 啦，同埋有啲咩装甲进化啊，系，同埋试埋俾大家睇咧，佢好似有 mega 进化嘅呢、這个，我有冇买 mega 进化石咩？先看看 ，Moonstone， 我之前唔系买咗咩？定系冇 save 到嗰个 account？ 咁唔紧要啦，我哋拎只即飞嘅出嚟，去呢度，好似有啲 mega 进化噶，我记得，唔系呢度啦，好似第三层，
定第四层呢？第四层啦，呢个学技能系喺度。咁啊，试下买粒。哇，冇钱，买咗呢个四符先，卖紧啲嘢先。我黐线，买得太多，头先我买得太多药啦，因为唔想嘥嘛。我买住咁多先啦，跟住一粒 X 石，一粒 Y 石，睇下可唔可以进化先。我就系土台鬼。咦，要咁样用啊？上面呢？上面仲有冇啊？呢啲普通努力值药呢个，我谂土台龟应该唔系呢啲啊。我谂土台龟就算进化都系应该系 mega 进化。我谂好卖紧啲嘢去测试一下啦。好，二 set 石，好之后我哋就落去一楼啦。好，跟住求其揾块地下试下啦。呢啲土台龟装 Y 石试下。Mega？ 冇啊，冇 Mega 啊，唔通唔系呢粒？啊，头先试咗 Y， 而家试 X。冇啊，都系二 set。冇啊，都系，唔通佢系冇得进化嘅？但应该有噶，应该，嗯，咁我就唔清楚，因为我见到好似有土台龟嘅进化，咁但系就冇啦，好啦，咁我哋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再决定佢系点样咧，再决定系开个新啊，定还是打埋呢个天王先再开新，系啦，咁咪嚟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好，咁喺完之前呢，咁我就发现到呢，咁土台龟的而且确有个 mega 嘅，咁但係 mega 就唔可以喺战斗中 mega 啦，咁依家就俾大家睇下个方法啦。咁喺呢个商厦呢，這个大厦度呢，商铺入面呢，就买一个呢一粒，应该就係光石啦，係啦，光石。咁之后呢，俾呢隻嘢，你见到呢係其他全部 low use 嘅，咁睇土台龟会进化，咁就撳入去啦。咦、吓咩吓，发生什么事？咪先，啊？吓？咩啊？咩事啊？唔系进化咩？咩事啊？进唔到嘅佢，出现什么毛病啊你？吓、啊！我最后我发现到一个惊天大秘密添，点解揿唔到嘅？点解揿完冇反应喎、啊、佢？嗱，水石、草石，跟住呢个光石啊嘛，啊唔得喎，咩料子啊？唉、哎，好啦，我哋今集时间嚟到先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